惠宁时间塞纳河的日落。上一期我们欣赏了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所描绘的威尼斯的黄昏，这一期我们继续欣赏他的另外一幅作品《塞纳河的日落》。这幅作品的原名比较长，叫做 Soleil couchant sur la Seine à l'avant-goût effet d'hiver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日落在塞纳河 l'avant-goût 冬季的影响。拉巴过河是一个位于塞纳河左岸的小村庄，这幅画创作于1880年，当时莫奈就住在拉巴过河对面的河畔。在那一两年时间当中，他以冬天的塞纳河为主题画了20多幅画。我们可以发现的画中使用色彩强调了空气和水的重要性。这幅画现在保存在巴黎小皇宫，是小皇宫的镇宫之宝。那作为一个对比呢，下一集我们会专门去到奥赛博物馆欣赏另外一幅印象派的塞纳河，创作者是卡米耶·毕沙罗。惠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